发第一张的国语专辑已经有机会被大家肯定，被这个台湾的乐坛肯定。那非常感谢所有在台湾支持的朋友。那我希望我在未来的日子一定会花很多很多时间在台湾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非常包容性很大的一个地方。那希望我的音乐可以来到你们的生活当中。那接下来一首歌呢，就是我在台湾发的第一首歌曲，第一张单曲，送给大家去。Show